现切的蜂巢配上玛格丽酒，来首尔没喝过就落伍了。这家餐厅在新沙站，离林荫道很近，建议可以下午去林荫道，晚上来吃这家餐厅。生意好的时候要排到一个小时以上，请留点排队时间给他。医师老实说，当天用餐现场外国人比较多，因此这可能不会是当地的朋友推荐的餐厅。不过菜菜觉得他的食物很好吃，尤其这盘炸物有好几道都好喜欢，蜂巢酒也很棒。这时当地人或是外国人多，好像也不重要了。来这边记得要带护照，这间餐厅喝酒会检查护照哟，跟大家推荐。